台湾艺人虞美人转换跑道，披无党籍战袍挑战台北中正万华区民代。24号端出自己的政见，并批评国民党人选至今未定，但也表示，如果是让韩冰出战，恐怕自己不好选。小平哥，加油！鼓掌，鼓掌，鼓励，加油，鼓励，鼓励，加油！虞美人主动伸手向钟小平问好。24号，他端出牛肉，要为万华选民争福利。只要是万华区的100岁的老年人来看都免费，他说 OK。中正万华区民代，国民党迟迟没提人选，传出党内还在努力劝进韩国瑜女儿韩冰参战。我真的为中正万华的选民感到很不值。国民党而言，到现在还没有推出来。哇，如果韩冰来的话呢，我就是感觉很冷哦，因为不好打。自称国民党内民调拔得头筹的钟小平却是这么说，这完全是假消息的。反正韩冰从头到尾都没有要选，我们陆军很雄厚，在这边20-30年了啦，慢一点起步，笨鸟先飞还是先抵达终点。